容易吗？这玩意儿吧。嗯，你信所谓平凡的幸福吗？你信吗？一道菜，慰藉深夜孤单。好吃。一碗面，蕴藏家常记忆。偶尔简单点，心情也要放放假。一口锅，沸腾酣畅情意。香吗？是不是很想吃？火锅果然是永远不会错的选择。要强大是掌握你的事业，而不是掌握厨房。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我不需要一个工作机器来指导我的生活。慢顿时光，五味日常。现在你还觉得这是空虚的人才有的无聊仪式感吗？一起吃饭吗？2月14日，芒果季风，陪你一起好好吃饭，爱给生活加点甜。